好吃，梁阿姨这孩子就是不错。叔叔，我敬你一个。来，祝您生意兴隆。哎，据网络相关报道，近日吃喝榨菜金专家检测，结果显示致癌物含量比一般榨菜都要高出很多。虽然素食食品风味好，但牺牲的食品安全。那个，叔阿姨，我们家榨菜做了这么久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前段时间我们家还在研究什么轻食榨菜。 就是让消费者吃着放心，这个肯定是没有毒的。现在洋洋来了，这事儿啊就交给他处理了。他太年轻了，他们年轻人不是喜欢玩什么微博微信吗？这一次就让他们玩个够。 你们先出去吧，啊！你放心，这事儿就交给凌阳了，他一定会处理好的，对吧，儿子？对，是。虽然我看起来吊儿郎当，不管公司事务，但是菲菲啊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肯定能够处理好。春和对于我而言，不仅仅是回忆，更多的是希望。我知道。 那你愿意和我一起重振他吗？我愿意。虽然呢，我不懂美食，但是我会用自己的专长助你一臂之力。有你对我的支持，就是最大的鼓励。